都很难过。如果你心里真的很难过，就让它发泄出来。你可以哭泣，但不要泄气。你可以悲伤，但是不要放弃。因为明天起来，我们要像过去的四年一样的勇敢，心里充满了希望。因为我们必须勇敢地扛起这个国家的责任，我们必须乐观地继续为台湾这块土地打拼。无论我们在哪个位置上，这个国家都需要我们继续爱它，呵护它。